好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看见您，我非常的高兴。我知道您这会儿啊，正坐在这儿看我们这个喜剧茶馆了。我代表栏目组向大家表示感谢，谢谢。噔噔噔！哎呀，非常好啊！这个以后甭等我说，你就直接拉就行，我不怪你。在上一集里啊，咱们说了，山东有一位啊大善人叫左都衡，开仓放赈，赈济百姓。没想到山东巡抚桂泰真急了，怎么呢？呵，我跟皇上说，我们这大丰收，卖成双份啊，老百姓一天吃六顿饭，这么幸福。你现在开仓放赈啊，这说明跟我说的不一样啊。这个风声如果传进京城，御史言官知道之后啊，上殿参我一本，皇上一问，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在他的大堂之上，跟左都衡两个人就对着起来。到最后啊，桂泰是恼羞成怒，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我退去。”推出来，赶快给我就地斩首。哎呦，两旁边的差人如狼似虎，鹰拿燕雀一般，把这位左善人就推出了大门。老百姓一听，怎么着，要杀人？杀谁呀？都围上来一看，一瞧，庄爵之上绑的是左都衡，人人震惊啊！左善人他冤枉啊，光喊没用，怎么呢？人这位贵太啊，根本就不识这茬儿。老百姓里边有几个生员，什么叫生员呢？就是读书人，有举子，有秀才，说这可不行，巡抚大人这么做是不对的，咱们大伙儿不行啊，选出几个代表来，进得衙门，苦苦哀求，恳求他饶恕左都衡。好吧，选了15个生员代表，大伙来的跟前，勒动堂鼓，咚咚咚，吩咐声：“来呀，击鼓人上堂。”说声击鼓人上堂，这五名生员往堂上一走，往那一站，说：“巡抚大人呐、啊，我等乃是咱们济南府的生员，我们素闻呐、啊，左善人是乐善好施，今日倘若驱斩他，恐怕万民不服啊。”呵，贵太一听啊，这眼眉都拧在一块儿去了，怎么着？你们大伙儿是给他求情吗？哎呀，不敢说求情，恳请巡抚大人您法外开恩。好好好，今天我就法外开恩。这我说来啊，有，把这15个人给我绑出去，一起开刀问斩。得，那个没救回来，这15个也饶上了。16个人押出在大堂以外，刽子手举起大刀来挂动风声，咔嚓，16个人倒在血泊之中，死了也不算完。贵太这火还没下去了，吩咐人呢，把这16个人的人头装在小笼子之内，挂在城门口上啊。城门上面这一拉溜啊，这16个小笼子装16个脑袋啊，要让百姓们看一看，哪一个要是不听我的话，不做顺民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酷，太凶恶了，脑袋都搁在小笼子里边，一溜挂好了。百姓们站在城门外呀、啊，不敢说，可是默默的流泪。哎，怎么办啊？有这样凶残的地方官，百姓们呐，那真是生不如死哦。16家都得着信儿，这15个生员家里啊是哭作一团，左都衡的家里边也得消息，谁知道呢？老管家知道了，老管家出来买东西啊，猛然间瞧见这怎么了？城门这儿挂着这么些个小笼子，里边还鲜血淋漓，哦，可能是府里边啊监斩人犯。哦，来到这儿瞧一眼呢，就听有人说：“哎，你瞧见了吗？”啊，正当中挂的这个，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左善人左都衡。说到这儿，老管家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啊，凑到近前定睛观瞧，可不是吗？正是自己家的主人，早晨走的时候谈笑风生，没想到这会儿失手两离，脑袋就挂在那儿，眼睛圆睁着，说明这叫死不瞑目啊。哎呦，问问跟前知情的人，有人就说了：“哈，是如此，怎般怎般如此。”巡抚大人急了，把他连同15个生员一起宰了。
哎呦，老管家哭得跟泪人似的，我是没想到主人呢啊，你这早晨起来还挺好的，今儿怎么就死了呢？哎呀，没别的，我赶紧回去报信，上的马边边打马返回了家。家里边夫人呢正指挥着大伙啊熬粥做饭呢，门口啊大批的灾民，左善人呢给搭的帐篷啊，家里的房子呢早就都腾空了啊，本来的书房啊什么这个卧房啊能腾的都腾出来了，让灾民们住，门口弄了好多帐篷安排这些灾民。这会儿呢左夫人告诉大伙熬粥熬的尽量稠一些，准备些个小菜哈，让这些灾民尽量吃的饱一点。正忙活呢，老管家回来了，马来的门口啊简直就是从马上扔下来的一样啊，顾不得翻身下马了，从马上下来之后啪叽摔在地下，跌跌撞撞跪爬着走进来。夫人呐，夫人，大事不好。夫人一听怎么了，老管家快快快快起来，您这是怎么的了？把老管家搀起来，一瞧老管家满脸流泪。夫人呐，夫人，我有句话要告诉您啊，您可千千万万您要坚持住啊。老爷他啊，老管家你别着急，老爷怎么了？老爷他死了。啊，夫人一听这个信儿，当时人都傻了。什么？老爷死了？老管家，你是从哪儿得着这消息的？是不是谎信儿？夫人，老奴我在左家，我待了快大半辈儿了，老爷对我恩重如山呐，我怎么能胡说八道呢？夫人呐，夫人，老爷他人头悬挂在城门之上，老奴我亲眼得见他二目未泯呐。夫人，这是千真万确。我说老管家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我问去了，人家说老爷开仓放赈，赈济灾民呐，犯了国法了。夫人，国法王章没有这条，他犯的是山东巡抚私家的法呀。据说呀，山东巡抚会看自己呀给皇上那邀功请赏，说咱们山东啊卖生双岁五谷丰登，所以他不愿意老爷开仓放赈，恐怕有辱他的清明，故此视老爷如眼中钉肉中刺。今天呢为给老爷求情，还有15个生员一同遇难。夫人呐，夫人，我到在城门的时候，这15家人的家属啊哭的呀成个泪人了。我说夫人呐，夫人呐，想我18岁的时候啊逃难路过府门，风雪交加，老爷把我救过来，对待我呀那如同是亲人一般，事到如今老爷屈死了，我不能看着。夫人您答应我，我即刻进京，我去传御状，哪怕是滚钉板，
我要为老爷伸冤报仇。老管家一番话说的是情真意切，何府上下一个个哭的呀，哎呦，这眼泪哗哗的。夫人啊，扶着这个墙边啊，强挣扎着。夫君呐、啊，夫君，我可没想啊，早晨走的时候，你说是去去就回，要谁知此一去，是你我夫妻永别之日。哎，苍天呐、啊，苍天呐、啊，你怎么就不睁开眼呢？啊，你怎么就把这些个乱臣贼子们保佑的这么好啊？难道说做好事儿他也犯法吗？哎呀，夫人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，全府人等啊一个个眼前这泪水是哗哗的不断的。就这会儿功夫，有打门外头左连城跑进来了啊，这是左府唯一的公子，早听说这事儿了，孩子哭了就进来，眼都红了。娘啊娘啊，我听说我爹没了，哎呦儿哎，一把搂在怀中，母子儿就放声痛哭。左连城别瞧岁数小，很有志气啊，娘啊，我爹不能白死，我要为我爹是报仇雪恨，还有这十五家生员，这些个叔叔大爷为了我的父亲也挨了一刀之苦，没别的，我哪怕说到大理寺，到三法司，我到金銮殿上，我都敢去，我要去告状。夫人一听，那哪成啊，嗯，你太小啊。老管家过来了，公子啊公子啊，我去，你呀、啊、不能去。哎呀，我说老管家，您岁数太大了啊，再一个家中好多事还需要您来照料，我年纪小，而且我出城进城的，不会有人怀疑我。娘啊娘啊，您就让我去，您要不让我去，今天我就一头磕死在这儿。小孩很坚决，夫人想了又想，到最后说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你要去告状，你怕死不怕死？哎呀娘啊，我爹都不怕死，我怕什么死？您放心，此一去到北京，我一定要给啊把这个冤仇打包清楚。这么着，家里人写下来状纸，又给孩子准备了钱，由打山东济南跑出来，来到北京。今天无意中撞到刘墉的轿前，还算撞对了。刘墉听小孩这么一说，当时是一阵的震惊啊，心里是百感交集呀、啊。第一，心疼这孩子，十三四的孩子能够跑到北京告状来，这得受了多大的罪。第二，惋惜呀、啊、左都衡，可惜一个大善人，这才应了这句话了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多。哈哈，怎么就会把个大善人给杀了呢？惋惜。第三，敬佩这十五家生员，哎呀，这些个人呢、啊、为了左都衡抛出了自己的性命，可以称作是侠义之人。第四，痛恨。恨谁呀、啊、恨山东巡抚贵泰，而好猖狂啊，简直是目无王法呀。啊，孩子，把状纸给我，我替你打这官司。大老爷，我谢谢您，我您是哪家官员呢？张成告诉了。孩子，这可不是旁人，温华殿大学士刘吏部啊，刘大人。哎呦，您就是刘天官呐、啊、哎呀，这真是我父一灵不敏呐、啊、他跑着我了。哎呦，大老爷，没别的，我代表我爹，代表我们全家，我给您磕头了，我求您给我们伸冤报仇啊。小孩跪在地下梆梆磕响头，刘墉啊眼泪都下来。孩子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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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紧的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替你管到底，我一定要把贵泰绳之以法。张成刘安在护送这孩子找一个地方歇息，此事我要一步一步的来。
说干嘛一步一步的来？贵太呀、啊，有后台，谁呢？他跟和珅是表兄弟啊，和珅大是表哥，贵太小是表弟，所以说朝中若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，这和珅会通报给他，而且想办贵太，和珅势必要阻挠，带着人赶奔八宝金殿，此时皆五谷天明，皇上登殿，文宗武熙列立两班啊。黄门官一声问道，说有本倒奏，无本卷帘逃散。刘大人说有本，这才迈步出来。皇上说你有什么本呢？哎，万岁，山东荒汉呢、啊。皇上一听就不爱听，嗨呀，刘大人，我跟你这么说，你呀、啊、去山东是浮皮潦草，到那儿你就回来了，你可不如山东巡抚贵太。贵太呀、啊、他是常年在那儿，晓得风土人情。孤王啊，前次已经把这个弩银和老米发出北京，正因为接到了贵太打来的本章，我才又把东西跟钱追回来。刘墉一听，嗨，心说贵太贵太，你可真不是东西啊！为了保住你自己，你把老百姓真不当回事儿。万岁，大批的灾民都告贵太，说他呀以权谋私，是灾民生命于不顾，依我看倒不如啊把贵太调进北京来，是非真假您亲自问问。皇上一听，嗯，倒是也有道理，好吧，传圣旨小于山东巡抚贵太即刻来京。贵太接这个之后心里有点忐忑不安，哎呀，皇上叫我去不去？去，怕出事儿；不去，也不行。要不去的话，皇上非说我心怀叵测。嗨，怕什么？我呀，去。到那儿好歹还有表哥和珅呢，有什么事儿，他自然而然的能替我抵挡一阵。走，进京。贵太带着自己的亲知近信，是赶奔北京。到北京这天正好呢是早晨起来，而且今天呢皇上说了啊，早朝免了。怎么呢？皇上身体不太舒服，可是这会儿呢群臣们也来了，刘墉啊跟这个和珅俩人呢、啊、坐在朝房这聊天。哎呀，说今天呢皇上没来啊，咱们这样吧，既然到了聊会儿天说说事儿，另外呢何大人听说你好下棋，咱俩人呢下盘棋。和珅说行啊，下盘棋无所谓，咱们来吧，咱别跟屋里闷得慌啊，咱们出去吧。朝房以外弄了一小茶几儿啊，俩凳子，俩人跟这儿下棋。下棋的功夫刘墉听说了，说什么呀？说今天贵太来了。哈哈，刘墉高兴了，怎么着？贵太进京了，马上就要到，太好了，我今天使个小计让你啊先别上朝，你先挨一顿打。